啊，可以找一下手。两个人啊，站住！哎，忘了。快点，快点！你去哪里给我扔了多大的火吧？还有两天就搞定了。你要是不去防腐青二锁，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。我现在浑身是嘴都说不清楚了。你还什么？不要对我咆哮！不要对我咆哮！恶心！你不要，完蛋了！没有恶心两个字。完蛋了！你还有两天就要关门了，你不要把我的母亲锁上。嗯，是你再说一遍。门已经关了，请向下传递。完蛋！你不要对我咆哮，还有两天我的母亲就要被锁上。完蛋！还有两天就要被锁上。咆哮，咆哮，咆哮！母亲二锁，你不要对我咆哮，咆哮，咆哮！你不要对我咆哮。你冷静一点，冷静一点。哥，这是这样的，你冷静一点，你不要对我咆哮，还有两天我的母亲就要被锁上，你，我们稳赢。